嘿，好啦，欢迎回到《Stray Kingdoms》The Heroes Dawn，《The Heroes Dawn》。好啦，今天要来继续进行我们的一个完美的游戏，来吧。上次马腾结果，哎，太可惜了。不过，对，我们还有董卓，Don Taku。啊、哦，可以看到，反正我们就来，各位都已经知道董卓的状况，我们就开战。你，其实还蛮尴尬的，如果董卓死太早，我们就死太早，我们就会陷入继承者的风波。Yeah，董承，为什么董承跟我讲话？啊，反正各位都知道，董卓非常的有能力。这个，对，我这边是给那个管的，牛辅管的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祈祷牛辅能管好。好，我想，对，既然我们都做大魔王了，那我们就来彻底的，那我们就来彻底的做大魔王吧。训练，巡查。我们的人才非常众多，呵呵，对啊，一下子没有行动力了，可恶！交给你们了。洛阳不愧是个大城市，可以盖的东西超多的。不好讲，不好讲。托塔克，托塔克，托塔克。他说我应该可以给牛辅设方阵，我看一下怎么执行。君主军团。哦。周公日，地方攻击吧，然后攻略对象，西凉，都督牛辅，OK，交给你喽，哈哈哈，哈哈，有军团就是任性，我们一定会把那个给打败，把马腾给打败。虽然说我们原本用人家，但我现在要把他杀了，击溃他们。他这次区域蛮多的，我想我们就多测试一下好了，测试一下多盖到有什么好处。行，域没什么的吧。Training，training，training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是得要盖东西。不要吧，我们直接盖攻防。好，算了，断字长还是要盖了。来，哦，不能盖了，哼哼。没有什么好撤退的，也没有什么好乱给的、乱拿的。华雄，没啊？我没有让你出征诶，华雄。华雄到底怎么了呢？我明明没跟他出征。How come 华雄 die like a bullshit？好了，我们这边有一些人才，可是对啊，他们没什么用。训练一下好了。哦，吕布在这里。不过我们这边只有弩10000张跟马20000匹，如果曹操派兵过来，我们就跟他们打，我们就跟他们打一场，势必得把曹操击溃。好啊，宛城可能也会被攻击吧，但我现在不担心，因为我想要打的第一个就是宛城，我们得等他们来过就过来就是。褒奖褒奖，
好吧，没什么好，卤汁，我们把它拿来用了。好，等下拿来用，跟他道个歉之类的，呵呵，请下令吧，狗妹哟。谁？你去吗？此时不可能，算了。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应该设军师才对。恭喜，哦，他已经有了。征收是，对，我记得是拿的钱会更多吧。好吧，慢慢来。我们还有我们的义子，正在努力的训练士兵。哼哼，他们什么时候会出征呢？虽然说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期待。再盖东西吧。谁会想来攻击我们呢？是说这场战役，我应该给我自己一个设定吧？我应该给我自己一个设限。应该就是我不会跟任何人结盟吧？反正我都是魔王了，有必要结盟吗？啊？你有看过魔王结盟的吗？啊，没有嘛，所以我们当然不用结盟。There's no peace, only war. 不过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，因为很多人，我们的人都在盖东西，所以没办法做事，对吧？好，这回合就这样过了。还是要正常发展啊，说真的，不能因为我们是大魔王就随便拿。真是的，盖好久，生产，老样子。遵命。不知道那些小小的诸侯们会不会有兴致来跟我们的大魔王一战？轮到我们了，OK。他们好像完全没有动静一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宛城，有意思，我觉得应该要叫吕布出征，把这些东西砍掉，不能让曹操强起来。虽然说他们一定会出来跟我打的，来吧，吕布、刘后生，你们两个是有点糟糕的对手，那个的伙伴，但我还是让你们出动。一个走，刘胡多么，给我待命。哦，你有还有一个副将，我要让谁那个？好，不要侯成，你带这三个，好吧，算了，侯成自己出来好了。侯成送，侯成攻击太低了，只能这个。那你带着弩，不对，我现在看一下侯成他那个士信是多少，有 B，好吧，那还可以。但战略想调一下。好，前进。不过我们没有打，我们不打下那个曹操的城了。啊，算了，你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就足够。我们目标只有把那个给拆了。哇哦，我说怎么变这样？怎么调回来？哦，玩到东西了，呵呵，原来如此。不用，虎牢关就这样子吧。不要吧，我看一下，我还是需要那个的，是产兵装，
需要攻断直肠。真命，就好像盖兵营的时候算了。这边也不能。出征去世了，我才刚刚陪着吕布出征，他就去世了。难道说是吕布把他砍死了吗？刘后三把他砍死了吗？他们果然出动了，6000部队，还好还好。来吧，我刘布先，吕布先就是来和你们战斗的。来呀，来呀，吕布先就是来跟你们挑战的。还会把你们屁股给抓紧，好了，讲这种话太糟糕了。你们也该冲车。把那个人，算了，没办法。这边人都还没有回来，真可恶。狗妹嘞哟。他们还没有行动，算了，反正本来就要等他们一阵子。安定跟天水，他们应该会盖很久，不过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哦吼，他们已经，啊，可恶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You must be kidding me. Shoot then. Yes. 啊，算了，吕布，放水流，放水流。这边还是要训练一下。那我来，张淼哦哦，他们都有用必杀技，哎呀，真糟糕。哦，烦嘞。Stop this shit！ 我看一下，我原本只是想来摧毁人家的东西，结果被打成这样。bang bang bang， 烧啊烧啊 ，burn it。话说吕董卓就在这里嘛，对，没错，董卓，人才好少，算了，反正之后再说吧。可恶，无敌的吕奉先呐，可不能输。你只是杀我而已。啊、哦！可恶！糟糕，吕布被围，还被混乱。死定了！曹操耶，好，烧到了，烧到了，好吧，看来我有点低估曹操军的防御了。我全部都在盖东西吗？算了算了。那个被打败了，唉，唉，吕布啊，吕布，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？I don't get it。然后我们就一直这样子，没办法做任何事情。哦，你们回来了。剩下还有谁呢？高顺、张辽跟董允。反正我们现在得等那个好啊。90天其实很久。
啊，反正一样90天，交给你一个人来用。哦，这是虎牢关，呵呵，我还想说，诶，其他关有2个人，呵呵，官渡这边是谁？没有人。啊，吕布，你怎么那么容易被混乱呢、啊？我之前玩的时候他是超难混乱的，你现在就给我直接混乱了。啊，I shall see。喵，Stop，please。为什么他们都不会啊？因为我混乱，对对对，我想说他们怎么都不受损，那结果是我混乱，对啊。哇，彗星一击，啊，让我逃啊！哦，被混合攻击，哇！Stop，bullshit！哦，吕布啊，应该是因为胡整啊，对对对，胡整在的话，应该没那么容易爆的。天哪！算了，我们会回来复仇的。可恶的曹操，We will revenge because we can。这个一样，叫一个人做就好。对啊，一样的日子。可恶！哼，原本想要去 pillage，哇哦，好吧，很可惜，原本只是想去 pillaging 一下的，结果就爆了，that's bad。夏侯惇还出来，唉，真可恶！我原本我超级想要把人家东西拆，他们东西拆了，想要到不行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再派一点兵过去吧。不用，马匹弄个5万匹好了，5000匹了，讲错了。有时候是很难划混，希望对对对，可以打字。好哟，确定。然后再战力设定一下，5000兵吗？好吧，送了，巡查一下，啊，呵呵，结果把人用光了。算了，那些交给那些大文官做，因为长安其实很缺防御啊。我很怕宛城突然就爆发攻过来啊，应该说很常发生这种事情，就是我们等待时机，waiting the opportunity。送，返回洛阳，好。再盖个市场吧。继续交给你们。我总觉突然觉得国越强越需要发展。反正本来也不可能直接冲出去跟人家对抗嘛。不用，不要再像我们刚才那样直接冲出去给别人打了，太可惜了。刚才，反正曹操本来就很强，也许打，对啊，打他们才是我们的选择。但现在我们还要做，我们还得先把那个给做好，
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做好。We need, there's much we need to do in order to win the battle. 狗妹嘞哟！因为要盖一个就要90天嘛，所以说非常的那个很久啊。枪，好，做点枪，对，这边也是。嗯，干得好。嗯。没什么可以捞的人，哼哼。其实这样蛮正常的，对啊。嗯，下一回合，结果什么也没做，哼哼。What do they want？经营，What are you looking for？成绩是程序员，嗯，也没多少智力啊。他说：“我觉得对，官职一定要先给。”嗯，我现在哦，哎，吕布有些已经有给了，但哦哟，吕布是左将军，那为什么指挥没有办法到南地部？是我搞错了吗？嗯，出征，吕布，再一个稍微有点智力的将领好了，好，我城里跟着他吧，我不想要再被打乱打烂打烂了。战力哦，真的可以调，哼，哦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那个了。这次的目标是阶级长纪灵，不要让他去许昌，但我们自己也不占许昌，因为许昌，嗯，占领了，应该说占领没有什么好处吧。嗯，继续盖市场，我们地多，这是我们的优势。哦，因为还在做，所以说没办法。Nah, not. I'm not going to let them do so. 嗯，领命。对，但也要请他们盖个是那个。冰舍一下，但绝对不是请他们，他们太慢了。嗯，阶级祭灵吧。我们哦，他们又出动，他们又以为我们要跟他们打，其实这样有点搞笑。而且曹操好像真的会追着我天，追到我天荒地老。对，一定要去阶级祭灵。也许我跟吕布谈个停战协议，他就跑了吧？应该是没错。狗妹的哟！吕布赶快下来，我不想被曹操攻击。得先主攻。嗯。对，我们这边也不需要盖兵舍啊，也不对，回合数，呵呵，我需要看一下，我很怕那个太久，对，太久了。
尔等就维持治安吧。这边有两个人。sorry，治安已满。等有这样，有谁可以？没有人，no，still no one is out there。没办法，你们两个就来盖吧，反正现在纪灵出征。纪灵，你的时期到了。他说他应该是几吗？我不知道。几的话，我们就很好对付了。嘿嘿嘿，他还在前进，我们一定得把他赶出去，别让他拿了许昌。咦，终于轮到我们了，你很兴奋哦，例如。哦，他是奴。凭你这样还想用奴？单挑好了，反正我可没兴趣，哈哈哈，你没兴趣啊？好吧，等下反正等下就跟他打吧。我觉得曹操还会跟着我，因为这边都是陈留的地。哦，许昌，诶，我已经在许昌了，但他还会跟着我吗？这我就不确定了。反正他们可能等下肯定就退走了吧，也可能会追过来，追过来就追过来吧。可恶，我自己居然没登用成功，还呛我自己。哦，还有李峰跟张勋他们也要来，这两个还 OK 吗？这就不太好了，哼哼，没关系，一一击溃。说回来，曹操部队我也很难把纪灵给赶走。不好意思，喝汽水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呵呵，哦，没有了，他居然烧我，I shall grant them the greatest nightmare。轮到我们了吗？轮到我们了。不，我要用战法啊。诶，没办法是啊，因为我在森林里面，是吗？冲啊！嘿嘿啊！我看你自己怎么挡。对，曹操的确退军了。我们再派一个骑哦，你这种他们两个，我也是上线。点兵，出奇。等下曹操军肯定要过来，我现在钱还很多，倒是很有趣啊！因为那些家伙在城里面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抢超多钱回来的。又是曹信，曹信怎么那么不满呢、曹信根本就是不满的综合体，纪灵。我定要让你尝尝我们的厉害。哎，可恶！你居然混乱到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真的太奇怪了，为什么会混乱到了？他们肯定又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回来。算了，反正我们要赶快过去。我也没想要跟他们纠缠。待命哦！之后一定要给吕布一个更好的文官，不然他会直接这样子去混乱到底。唉，真是太糟糕了。
冲刺已经两个了，我们还需要更多吗？不对，我们需要更多枪啊！压力，Yari。因为这网瘾嘛，算了。嘿嘿，谢谢啦，王允。长安没有人可以做事，算了，你搜索，八金哦，他把那个做好了，他把冲车做好了。不错不错，干得好啊！哦，吕布又中这种招，真的是烦死了。每次都他在中这种小朋友才会中的招，真的是脑残的无上限。反正我们有援军啊，援兵已到，可恶的家伙！狗咩嘞哟！哦，吕布啊！算了，我们先把其中一队干掉吧。哼哼，纪灵大受损害，深受其害。我觉得超烦，为什么他又中了？诶，他们又现在才出来，现在出来能干嘛？不过说真的，我们录有点久，但是说真的，我们都没做到什么事诶。对啊，我们还是对啊，继续做东西。嘟嘞哟，钱多嘛，钱多就任性。算了算了，我们派人去跟曹操停战，去找。对，我先把钱设定好。在下这就去办，你最好办好归来。对啊，继续盖市场吧，反正还能盖什么呢？对啊，你们也不能盖什么。王允很呛哦，王允超呛的，算了，王允这么呛让我很尴尬，说真的，简介，这是个真的很尴尬的事情，算了，王允你不要给我随便乱呛啊，吕布还不能行动，天哪！我看一下纪灵是多少武力，83吧。他们真的都超烦。李峰呢？74。那我许魏旭呢？78，还不错诶。张勋60几吧？对啊。好吧，魏旭。不对不对。算了，其实我觉得放技能好了，搞不好能成功。可恶，哦，
继续盖枪，造枪。算了，不管了，先盖冰舍啦。哼，超慢。我应该没有这样，你可以研究技巧。对，没有，这里没有。轮到我们的，我要汤豆，什么什么，啊，他们还没回来，我什么时候不能做、欸？哎，我觉得好烦哦，我明城那么多，却没有手下，却没有很多人，真是糟糕的体验。然后董卓，哎，吕布还整天被混乱，我真的快不行了。我明原本只是要去阻止他们去拿那个而已，结果他们搞了个什么，可恶到不行。哎，算了，每次这样。嗯，哎，觉得好烦，我们还能干什么啊？说真的，哦，吕布，What fuck are you doing？算了，我，他们不会接受的啦，说真的，我也没办法放战法。哇，那到底是什么东东啊？内讧，哇哦，就这样一下，哇哦，我以为是互打，结果就一下，what the fuck？算了，我们等下撤回去吧。嗯，交给你们啦。接下来还要盖什么？嗯，就这个吧。嗯，交给你了。从井栏我也想用一下。说真的，如果不打，对吧、啊？要打仗一定得要那个啊，所以说没办法。呵呵哦，嗯，好吧，再带多一点戟，哎，戟也蛮重要的，抗骑兵。哎，好吧，突然觉得对啊，蛮混乱的，a chaotic today。好啦，不过对啊，也时间也差不多了啊，有点太久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，哦，我现在都没发现到原来发生这种事情啊。嗯，interesting。For fuck's sake, why are you guys losing？算了，随便啦，随便啦。如果他们不行，我就亲自去拿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Goodbye。